First Blood. Double kill.黑曜，我是商人。基本上是全新英雄一哥。第一个问题，他到底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？第二个问题，请问你按赞订阅了没？基本上是台服上市的一哥，他可以免费获取哦，只要赠送宝箱给一哥，就可以拿回一个一哥英雄。只要你通过游戏呢，到主页面的活动就可以知道怎么做，相当简单。只不过呢，5月1号也是最后一天，所以大家要赶紧了，不要错过免费领取一哥的机会。如果呢，你有看过我们一哥 TF 的影片，那很抱歉，台服的一哥呢，跟 TF 的一哥技能几乎完全不一样，看起来一样呢，但机制完全不同。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呢，一哥在台服变得简单很多，非常的简单了。刚秀了一个直接炸死敌方的一哥或者手杀，知道是怎么办到的吗？那是我们的二技能。再开启二技能呢，会马上获得跑速加成，逐渐衰减。二技能使用之后呢，可以再次使用哦，射出一个击退的魔法球，主要是击退，而且有两段伤害，第二段伤害比较高。而且呢，二技能是我们非常 OP 的技能哦。注意到敌方修卡头上有一个印记，我们二技能第二段呢，可以帮敌方英雄三个印记哦。只要有印记呢，我们的一技能就可以无限的轰炸。实际效果是呢，我们的技能命中有印记的目标，会马上获得能量。这样子的能量就取之不尽。一技能呢，如果你连续轰炸的话，是不会进入冷却的。只要你有能量呢，就可以一直炸到底。压制一技能的话呢，就是连续轰炸。如果你放开的话呢，会进入短暂的冷却。再来呢，一技能有分成中心跟范围，当然呢，中心伤害会比较高一点了，所以呢，尽量用中心来瞄准敌方。就一个的大招，一个大招呢是储存式的，最多可以炸两次，两次间隔呢是5秒。还挺好用的了，距离很远，可以用来当做斩杀使用。伤害跟一梗式大招差不多。原本的一梗呢，还要蓄力哦，比较难一点。可是现在大招呢，马上获得大发视野、超大视野。如果敌方残血英雄走远的话呢，用大招来收割相当方便。但是在这边呢，注意的是，开大收如果敌方离我们很近的话呢，就比较难受了，就马上取消，再炸一次。如果觉得我声音很奇怪的话呢，相当抱歉哦，我们去看了牙医。请你再忍耐忍耐，医生说呢，只要多练习，马上就可以恢复成正常。我们也在努力的。回到一哥，那最大的一哥是没有魔力的英雄，他是能量型，唯一会消耗能量的呢，就是我们的一技能，其他技能呢都不消耗能量。所以啊，一哥连招炸鱼，我们就使用了一次。二技能命中敌方之后呢，一技能无限轰炸。他偏向于消耗型英雄，跟屠龙的玩法有一点点相似了。就是远距离消耗，消耗，消耗的差不多呢，再用大招斩杀。二技能的使用会马上获得跑速加成。那一哥呢，他前期其实很强，而且呢三人线也很强。前面呢可以用一技能来快速清兵，然后再用二技能快速跑线。加上他没有能量消耗的特性呢，没有魔力哦，所以呢我们不太需要回家。出装一魔纹，消耗型英雄呢当然是带万钧声雷，让我们一技能更痛。奥义的话呢，就这么待了。荒芜、精灵、玷污，你可以塞几颗血魔，增加点回血。装备的话呢，目前我个人最喜欢这一套，单纯的把伤害提高。一哥呢，尽量不要拖到太后期了，等后期的地方血量起来，还有仙灵之后呢，我们打人就不太疼。原本呢，我有考虑过出恶魔的微笑，还有寒星冰杖，一直的消耗，一直的缓速。但后来呢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了，单纯把伤害提高。直接把敌方斩杀那就好了，斩杀呢就是最好的控制嘛。而且呢，刚刚大家知道了，只要二技能命中敌方呢，我们的一技能就可以无限轰炸。这样子会不会是冷却时间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？大招可以使用两次，团战中呢用两个大招也已经绰绰有余。
基本上我们的玩法就是一直的消耗敌方，有机会呢抓到敌方落单的话就先二技能，像这样子，然后就无限的一技能。一技能先不要放掉哦，放掉就会进入冷却，让它炸完就好。比较难的还是二技能呢，如果我们要进攻的话呢，毕竟二技能会把敌方推开，把敌方推开呢，我们再往前的话会把自己暴露在危险的位置。大招呢我们可以开两次嘛，可以团战前开一个，然后敌方残血要逃的时候呢再开一个。连招也没什么连招呢，依旧是一技能直接炸直接消血，不然呢就二技能命中之后再接一技能。一格要去围殴抓落单呢，用二技能是挺好用的。如果呢要被敌方追杀的话，就留着二技能逃命。二技能也不要随便开，就是怎么判断呢？你要知道你是猎人还是猎物。如果你是猎人呢，当然可以开二技能去抓人。可是你是猎物的话呢，二技能就要留好。一格呢特别怕一些可以抓后排的英雄，还有高爆发的英雄。举个例子，蝙蝠侠，还有新版的刺客的。刺客的话呢，我们打他不会痛了，他靠过来的一拳我们就死定了，还跑不掉，跑也跑不过他。蝙蝠侠也是，当你看到一个影子呢，如果他的眼睛丢得好的话，飞镖大招我们就死了。一个本身很脆皮呢，还是一个硬伤。我认为呢，一个更像一个加强版的卡莉。卡莉目前也是挺强了，如果你卡莉玩得好呢，你一个应该也会玩得不错，毕竟他跟卡莉很相似，出装也很相似，你就把它当成可以自己瞄准的卡莉咯。目前看来呢，职业赛会不会出他，这个问题就丢给你了，你觉得呢？我个人觉得的话呢，单排还挺适合出一格的。首先呢，他上人线跑很快，发育很快，前期也挺强，不要拖太后期就是。陆地方呢都是一堆刺客，比如奎伦、蝙蝠侠、四个的什么的，一大堆途径角，那就要考虑要不要出一个。那很考验你的走位跟观念意识哦。如果你真的是被一个蝙蝠侠针对的话呢，一个会真的不好揍。可是我是正常局呢，如果可以让我们随意的轰炸，那还挺轻松。就算我们二技能没命中呢，一技能保底也可以炸五次哦，五次伤害呢也差不多，可以把对方炸残，再补大招几招。另外呢，一个也是一个有视野的英雄啊。秒召唤师技能大是瞬移，瞬移挺好用。平时要加速呢，就开二技能加速；要马上逃命呢，就用瞬移。OK， 有机会推高地，赶紧退。你敌方不敢太靠近我们呢，会怕我们的二技能，那是好事。大招把敌方扎残，扎得好残，还收了敌方的烟呢。OK， 中路高地，看来可以拆。使用二技能，之后接无限的一技能。大招斩杀，基本连招。保持距离，远程轰炸，把对方都炸成。可以的话呢，一个最好就是配一个收割型英雄，毕竟我们很好把敌方消耗嘛，再补一个队友来收割，那就完美了。那以上是我们的一个实战解说，我个人觉得呢，可玩度还挺好玩的。免费英雄属于消耗型英雄，有消耗有斩杀，可是呢不要拖太后期，他怕血特别强的英雄，还有就途径型的高爆发刺客。如果喜欢就按赞订阅分享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